今天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你爸找到新工作了。爸，工作？销售，卖袜子，一个月给我开8000。妈，你也不能光在这给我爸画画饼啊！我爸那点零花钱是不是该涨涨了？一个月就10块。这个嘛，你要钱干嘛呀？我爸一个男的，出门在外，兜里有钱，腰板也能挺起来，底气也足呀。何永清，你给你爸算算。嗯，爸，你一天三顿饭花多少钱？我一天三顿饭都在家吃啊，也不花钱啊。那你一年到头买衣服花多少钱？买衣服都是你妈给我买好的呀，也不用我买呀，根本也不花钱。也是，你也不抽烟，你也不喝酒，也没其他爱好，你说你要钱干嘛呢？是吧？嗯，对。就是不要，我花不完，我去年的还剩的，那根本花不完。就不花不完呀、啊！别笑，我的妈！